跟着青青转就有好鱼看。大家好，青青来了。今天是我荆门一绝养鱼酱系列的第三期，上面两期视频得到了很多鱼友的支持，也有人提出疑问，怎么拍摄的平房这么破旧呢？因为现在在城市里的棚户区都面临拆迁的问题，这些地方就是我小时候成长的胡同，如今真的不多见了。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养咱们中国传统的金鱼品种的确赚不到大钱，比如我见到养锦鲤、养龙鱼，甚至养进口泰狮的，可能生活相对的富裕一些。饲养售卖传统金鱼赚不到钱，就是目前面临的现状。也有人说，鱼商不应该以赚钱为目的，其实这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指责他人。一个不赚钱的行业，早晚都会走向末路。我们能做些什么呢？即使不能挽留，也希望记录。这些平房胡同拆迁以后，养鱼匠手里的鱼种会保留下来吗？谁也不知道。看我站这地方有意思吗？这是一个平房，在房顶上建的养鱼池。那咱们中国呀，地大物博，说到这个金鱼文化呀，也有着鲜明的地域特征。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武汉猫狮、如皋蝶尾、扬州水泡，还有福州的蓝瘦。那么提到天津的金鱼，大家会想到什么呀？可能想到这个珍珠，是吧？但是呢，天津啊还有一个特别珍贵和稀少的一个金鱼品种，它是在鱼谱里面都有记录的，叫做红头虎头。提到这个虎头金鱼啊，大家可能会想到北京的王字虎头。那么它呢是周身通红，然后呢头流六瓣，一个王字，非常的明显。那么在天津的这个红头虎头啊，它有它自己独特的一种特征。它呢除了这个头流比较发达，分成六瓣，有一个王字以外呢，它的这个鳃流，这个吻流也非常的发达，它整个这个头型啊是很饱满的，而且它这个颜色呢又和这个王字虎头不同，它的这个头啊是通红，但是身体呢却是洁白无瑕的。所以呢，天津的这个红头虎头啊，看起来呀是更有温婉细腻的那种感觉，哎，是越品越有韵味，越品越有情趣。那很可惜啊，天津的这种传统的老版的红头虎头在市场上已经不多见了，传统的品种啊被那些蓝瘦啊、泰狮啊所取代了。年轻的一代呢，了解这里面金鱼文化、懂得欣赏的人呢是越来越少了，其实是挺遗憾的一件事儿。所以呢，咱们这个视频啊就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有关这些品种的文化、这个知识，还有这个欣赏点。咱们老祖宗给咱留下了这么好的品种、这么好的东西，不能毁在咱们这一代手里，大家说对不对？还有二一个什么的，有时候嫌麻烦，这种太麻烦。麻烦就是指嘛，是培育这、这保留这品种麻烦。一是保留的品种，二一个这个东西参差品太多。哦，是吧？出好的东西不多。对，没错。一年下来，费半天劲，出不了几条好鱼。对，这个玩红头虎头可是吃功夫。红头虎头吃功夫，对，那是指嘛？吃功夫倒色呀。倒色是嘛意思？他打小色不是尖儿，嗯，知道吗？打小是吧？嗯，他一点他得脱，打小是他轻皮，轻色儿，知道吗？那鱼不都那样吗？对，不是，虎头是这意思，嗯，知道吗？他一点得倒色，嗯，知道吗？有的鱼他得倒花，你看见了吗？他有的能倒干净，有的倒不干净，有的就是嘛的，今儿多一块儿，那少一块儿，就这个红是吧？对，所以来说挺麻烦的这东西。我明白了，明白您说这意思了。有时候的塞它定不住，它都是浮塞，嗯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你看这鱼挺好的，嗯，知道吗？过一段时间，它一点点，它那点浮塞都倒去，所以它有时候就倒白。你看见了，就是白了。要不就是养这个品种的不多呢。欣赏咱那老品种，现在咱这东西现在这骨头啊，就算够老的，是吧？对。嚯！嗯，嚯！这头发的，我天哪！这头流发的呀！这才一年多的鱼呀、啊！嘿，真好哎！有王字才叫虎头。
那您说这个品种它讲究在哪儿呢？讲究身形。嗯，这东西老东西，你记住了，这个、嗯、它这个嘛，身形这鳞片子啊，反蓝，有点反蓝光是吧？反蓝。嗯。然后嗯，比例、尾形，它比例是讲究什么的？比例是一比一比一，啊。哦，头身尾是尾是一比一比一才好。对。它这个东西都是元宝身。元宝身。嗯。北京呢是王字虎头，对，北京王字虎头它是全身都是红的，对对 对，它这个头呢是不像咱这个这么大是吧？对，有没有它是不是那种讲究？现在北京那个王字虎头，现在打刘营村一也没有了，那品种也完了，哦，也断了，打这个刘营村老先生一没了，他这王字虎头也没有特别好的。对，整个这头整个都在那个发起来。对，没错，看他那头型能看六瓣哈，他上头顶着那哈。对，上头顶着这个啊，六瓣那王字就出来了。这是咱们天津的老品种。对，没错。我已经从李哥家出来了，像在天津这种传统的平房里面养殖户啊，这种小型的精品的养殖真是越来越少了。其实我特别希望咱们不管是从这个国家呀，还是政府呀，还是咱们的媒体啊，都扶持一下咱们这个传统的金鱼文化，还有金鱼品种，让它传承下去，让更多的人喜欢它，去研究它，去饲养它。这个呢，也就是我视频的目的。那么感谢大家观看了，再见。